生命科学与生命医药，将医疗新闻纳入作文，是创新企业的理想选择。紫金方山科技创业特别社区，位于江宁国家高新区江宁大学城核心区，占地总面积2平方公里，建筑总面积250万平方米。规划建设生命科学展示中心、孵化器、加速器、新城。电电配电用的一个电厂的节能环保的一个项目。
主要是做这个电厂的这个脱硫催化剂以及风电厂的一些产品。中信公司这个与这个法国的这个法定的优势，国内的市场率、市场占有率可以达到70%。金智科技也是一家这个有东南亚的。